晚安，你好，班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政治到了，今天是阿敏来代班。今年的奥运比赛，国人的表现呢，刷下了过去所有的记录，而且很多时刻，国人的一颗心真的就在日本东京，陪着我们在前线上战场的这个比赛运动选手们，陪着他们欢喜，陪着他们兴奋，也几乎是陪着他们来落泪。这种运动的精神真的现在真是全岛一心，全岛一命。洪湖一雄为刚东，根据一个相当不精确的只具备人气的这个指标显示，昨天下午东兰小林选手在打球的时阵，专台湾国民生产率是零，没人在做代志，眼睛都在看，看说我们小林选手那个叫摘掉，把中国的球网打开来一分一分，来咬死，这就是运动的精神，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那么今天跟小林要拿这个比赛铜牌了，结果如何等一下来跟你们分享。当然今天全体国人都是很深很深的祝福他的，这个觉得台湾人真的是骄傲了起来，真的没有想到，中国桌球是多高的，以前阿甘正传等一下里面不是那个阿甘也走来中国打得球，乒乓球，打来打去对吧？得有名足侪当啊！那么今天台湾终于是很不容易哦，他才十九岁，我们这个小林选手，今天是咱的宝贝，他未来的前程还发光发热，现在全世界都认为他是一流的选手，而且是最强的劲敌，真的要好好的栽培他。不过就在大家很开心的一个同时，又有一股奇怪的政治的势力跟蛇礼拜啊，真的像蛇一样，非常的讨厌。阿拉蛇礼拜，我们台湾让我们台湾人好好的开心一个晚上不行吗？让我单纯的喜悦一个晚上不行吗？当大家都做欢喜的时候，突然有说，这林依儒成功那全是中国倒下手的哈，感情这样呢？我们这件事情来好好的了解一下，所有帮过我们人的，我们都要感恩哈。齐哥教练帮他启蒙哈，可能给他很正确的知识，很好啊。但是安尼各位轻轻巧巧又要说台湾政府拢无倒下手啊，单单的运动球员在外靠家己求生存的吗？好，这个。所以呢，林昀儒的爸爸在很开心帮儿子开心的同时呢，还要发脸书来感谢贵人，又小不小心沾染上这个政治的色彩哈，看来真的是真心啦哈。但是雄心大概那也是真关心，就是讲，那这个到底这个昀儒要对上的这个德国球手哈，有什么样的特殊性？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跟他打过几次球的，两次正式球的，平常练球经常在这个交手的哈，这个我们的来宾这个。周冬玉，请他来讲讲这个对手怎么好不好打，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哈。另一方面来关心疫情哈，疫情最新发展哦。我们现在进入二级之后，数字有稍微多一点，大家不要太紧张，戴好口罩，随时勤洗手，相信是可以控制的不错的。好，英国有一个杂志呢称赞台湾真的很不简单，也创下了台湾防疫的奇迹。稍后跟你分享。现在介绍与会来宾，首先介绍的是这个我们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思平老师，各位好，大家好。再介绍是我们运动评论员石明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要介绍的是前桌球国手周冬玉。何明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这几位来宾现在都很红了啦，哈，大家把球拢在看，大家分析哈。再来，我们第二现场介绍的是我们的印度运动的评论员许维智。阿斌好，大家好。好，再来就是资深媒体黄创夏。何明好，大家好。好，新闻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哈铜牌战，小林选手铜牌比赛最精彩的内容，来看 VCR。林昀儒和世界球王樊振东上演一场史诗级大战，让观众看得神经紧绷。尽管最终无缘晋级总决赛，林昀儒虽败犹荣，铜牌战将对上德国前球王奥恰洛夫。奥恰洛夫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桌球选手，曾拿下2017年世界杯冠军和两届欧锦赛冠军，2018年北京奥运银牌，甚至在2012年伦敦奥运打败我国桌球教父庄智渊拿下铜牌。如今再次和台湾好手林昀儒争铜牌，来势汹汹，两人比一比，32岁的奥恰洛夫世界排名第八，年纪仅19岁的林昀儒排名第六领先。不过其实两人曾在俄罗斯桌球联赛中是队友，过去交手过的六场比赛，林昀儒就拿下四胜，铜牌战被看好。铜牌我觉得应该是势在必得啦。跟奥恰洛夫，他就是已经大概是整体实力上面都会去压制的奥恰洛夫，那可能就要比较注意，就是在奥恰洛夫在改变他的发球的策略上面，在接发球还是要展现自己主要的一个优势。没想到就这么刚好，林昀儒力拼台湾奥运桌球男单第一面奖牌，结果对手又是九年前阻断庄智渊夺牌之路的奥恰洛夫。林昀儒混双一举摘下铜牌，若能顺利在这场男单争铜战获胜，也将成为台湾史上在同届奥运同时获得两面奖牌的第一人。
好，简单讲起来，打进奥运这次桌球前四强的其他三位全部都是球王，有的是现任球王，有的是前球王。我今天可以讲一句，我们的小林同学肯定是未来球王，才十九岁这么年轻。好，来看一下啊，目前世界排名第六，那么今天的对手呢是排名目前是世界第八。来看看小林同学的球技哈，反手凝球，改变球的旋转幅度，变化性进攻让对手更加难以回击，这变化手哈。来，那今天这个澳洲的这个德国的这个对手呢，下旋发球，侧旋为主，球性比较刚猛，打法凶悍，击球力量大，抓住对手弱点是一脸猛攻，两个人交手六次，你小林同学赢四次，好，那这个德国球王赢两次。来看这个画面，这是他发球招牌打球的画面，弄完那呢，这个脸这么低哈。那么昨天德国强敌在进行厉害的潜艇式发球的这个打法的时候，跟巴西的选手两个人，一个是潜艇式发球，另外巴西这个是深蹲式接球，网友攻。比赛快料啊，唔知伊那边谁安怎，因为伊那边拢唱你的球面呀。哎，我这夸张吗？这位同学，你跟他打过的？你们打球那么夸张，深蹲看不到脸的。而且他蹲得很平衡啊，可以看到他在深蹲的时候，他的脚跟是没着地的，他是等于是垫脚尖，然后就贴着台面的台边就蹲下去。你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你等太久还以为他睡着了。那他打这个潜艇式发球的时候，你又怎么对付他？就我觉得耐心比较重要，因为你要等他，因为他就真的是等很久。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球拿起来的时候准备好，深呼吸一下，我们就发了。但是他就是一、二、三，可能到五到七秒，甚至八秒，他才发过来。松懈你的心房，他一个球就过来了，对就对了。因为他很会比赛，他很会掌握比赛的节奏。然后我就说什么个性去打什么样的球。对，所以他的个性是非常。我觉得台湾话啊，卡真呐，对，卡真，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德国跟他打俱乐部，我们就一起共同训练，是，然后他就是没练球，是在练球场上，他有的时候就把球就往你身上打一个，然后再捡完球就从你腰这边再捏你一下，很讨人厌哎，但是我们很好，但我也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个性，小动作多。今天这两个人对手，你觉得小林同学，你说这两个人比赛，这个德国选手他是比赛型的，是，所以他其实比赛的时候会更有爆发力。对，就是比赛的变化会很多，你很难去掌握。然后甚至你在做一些勤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完全放掉。因为我觉得他的发球出了名的赚，而且他的一些肢体动作或者是持球发球的手法是一般的普罗大众的选手不太会用的。所以你在接的时候相对就没有那么熟悉。对，但是他上一次跟云鲁打的时候，他完全把他的武功全废，就是把球拍拿起来，球抛起来，轻轻的把这个球放过去，不给你任何的旋转，不给你任何的力量，就是不让你借力，对，没有任何的战术，就是把球放给你，所以他借招拆招，对他很可怕，就是这样，他愿意有的时候就把自己就抽掉了，对，所以就等于是你找不到有相对应的战术去破解他，因为他没招啊，对，是高手了哎，但是如果他把他的旋转完全抽离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要拧球的位置还有长度可能就要调整，可能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借它的比较没有力的旋转轻轻的去拧一个比较短的，对，因为常常在拧，我们常常说拧这样技术就等于像拧毛巾一样，对，瞬间的发力的进攻，对，所以那个球拍要怎么拿，球拍是要这样子拿，然后手肘来去做辅助，然后再来大拇指、虎口、食指，这两只，然后最后的发力利用板头的一个中摆的效果，对，然后来去做反手拧，这个是小林同学的绝招。绝招。那我们正常打牌都这样打，打球都这样打。对，这个是。这是正常的。这个是初学者 beginner， 二十几年前的主流哦，二十几年前的主流，已经现在不流行这个了吗？对，因为这个流行什么，这个相对的，我们之前会看到比较方拍的，方拍的话，它的短球手感、正手进攻都非常好，但是它的缺点是它的反手，它会去凹到他的手腕，所以相对的就会比较没有进攻的能力。德国人也搞这一招吗？德国人现在普遍的运动员都还是选择这种横拍刀板式的握法，因为相对的比较好用到你的握力，还有你的食指的力量，对，所以不管在中路球、短球、反手、正手，这个刀板的握法相对的是比较全面的，对。
哎、啊，你真的是小林同学的同学。你叫他同学是当之无愧的，对不对？对，他也算是我的学弟，但是他也是我的学生。对，我是在他国小四年级的时候，接手到他国二下，然后再把他去交给我的教练，我的师父。那他小学的时候，这个中国的教练到底你有没有听他提过？哦，对对，还是要跟慧敏姐姐讲声不好意思，让我小小更正一下。中国的奇哥教练不是他的启蒙教练。对，他的启蒙教练是宜兰国小的专任教练，叫赖瑞雄。对，赖瑞雄从他国小三年级，然后陪伴到他国小六年级，然后虽然他五年级就把云儒完全的交到我手上，然后让我手把手去盯着他一些技术或者是一些夺牌的计划，但是他都一直在我的身边，一直在跟我讨论，然后在训练上面有什么需要微调的。对，所以我觉得云儒在国小这个阶段基本功可以练得那么扎实，我觉得最大的功臣教练真的是赖瑞雄教练。但是你看，你联合新闻网的安尼报道啊，林如云师承中国教练林茂雄理事长说，对岸防他很久了。好的，公奇哥教练，好，来自中国，13岁的时候跟他结缘。这名教授现在58岁了，04年被检查出罹患癌症。透过他在台湾朋友的牵线，跟当时正在寻求教练指导的林如云。林云儒开始建立师徒关系，最早林家每个月自费出资数万元，一方面让他来台养病，一方面也开始一对一指导林同学，后来体育署才出经费补助。有这种说法啊？对，奇哥教练 是真的有被聘请来，但是在可能在居留权签证的问题，他没办法很稳定的在这边。对，然后但是在桌球的技术的养成真的是需要时间，还有很多事件。你可能现在刚给云儒这个反手拧的这项技术，他可能要经过4到5个大比赛去磨练出来，比完赛再回来再修正，再精雕细琢之后，才会慢慢属于他的武器。对，但是奇哥教练来，可能就是在短时间2到3个月，然后去盯1-2样比较重要的。而且他要分心嘛，他要来台湾治疗癌症。对，之前很多中国人罹患癌症是来台湾治疗的嘛，是，所以他是来治疗癌症，同时也刚好就可以点拨他。对，然后就刚好在他反手这个区块真的是有帮到他的忙。啊，所以讲，所以讲奇怪，这小林同学和台湾人这么多栽培的时阵吼，啊，大家当欢喜的时阵，干嘛讲是台湾之冠军？突然这个网络上出现这种风声，讲要感谢的是奇哥教练，你敢干嘛怪怪？我觉得都要感谢啦，因为一位优秀的运动员不可能是你自己。对对，当然你最感谢一定要是感谢你的父母，但是你一路走来的贵人。对，不见得一定是你的教练才是你的贵人。对，所以我劝告博文哈，就是说，哎，怎么突然变这样？整个就是大家不是很单纯的快乐吗？运动不就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吗？运动不是一向不要跟政治扯上关系吗？但永远没办法跟政治脱离哈。来看这一张哈，就是，哎，大家这么开心哈，结果呢，马上就出现这个问卦说，林如云不是台湾本土栽培的八卦。然后就说呢，这个我刚刚看到小林打球网，好打到球网快崩溃。实际上我是一场55间，过去战绩小林对上球网胜率什么，一看不得了啦。林如云是自费选手，哎，就说13岁的时候家里自费，每个月13万请中国教练奇哥指导。他呢过世的舅公觉得他有天分，也会帮忙每个月出好几万，其余靠林如云父母自己想办法。怎么会大家都开心的时候突然出来这个讯息？其实我刚刚这个周教练在讲，我很认真在听哦。坦白讲，我听得很感动啊。其实周教练讲的是对的，就是说这过程中每一个老师，其实你都应该去感恩、去感谢。那绝对不是说就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人啊。那当然启蒙的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我刚刚听到这个周教练，他也特别把这个启蒙老师，这个赖瑞雄老师，他特别再三强调。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运动员那种感恩惜福，然后这种奋战不懈。你看他们在这个运动场上是奋战不懈哦。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看像那个郑怡静，你看他这个在这个桌球场上哦，坦白讲，那个桌球运动员在开球那一刹那，我真的觉得充满魅力，那个专注的眼神哦，我都觉得很吸引我们，你知道？那你看他在这个球场上这么的专注，可是你看他离开球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朗、非常爽朗的一个女性哦。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面对这次林云儒，这次包括这个在这个球场上这么好的一个表现，当然全民当然非常高兴。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就刻意去带风向，好像就变成这个又跟政治扯上关系，就说你怎么不去感谢这个中国教练呢？那
如果不去感谢中国教，那为什么是不是我们也有人可以说，那你怎么不去感谢他启蒙老师呢？所以我认为特别去强调说，哎呀，他十三岁的时候有一个齐格教练，这个我没有意见，我也觉得应该感恩齐格教练。每一个阶段都要感谢，对，每一个阶段都要感谢。但你突然变成又说这个不是本土本土训练的哦，这个好像是中国栽培的。我坦白讲，任何类似这样的言论，我觉得对云鲁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对，我觉得实在是很在前线呢。对，而且让我觉得实在很痛心，因为恭喜你对一个这么优秀的运动选手，这么努力，这么认真，然后这么单纯的一个运动选手，你用这样一个刻意的一个很精巧的一种政治手腕，那种。坦白讲，这激进是用政治斗争的感觉，而且又马上说，而且马上说，哇，他是自费选手，好像国家都没有栽培他，对不对？好像又是国家在收割，对不对？对，好像又是这样，所以怎么会这样？我觉得实在是坦白说很不厚道了。你昨天有没有生产力临？我告诉你啊，我这个昨天那个他这个我们的选手在这个七局全部打满那一层，我是看重播了本来讲人家说啊，你看重播的没气气了，不会我觉得我看重播还是很紧张。我跟你讲，他在一局的时候就逼到那个对手那个范振东就要很休息，你知道，就很暂停。我就觉得那个感觉是很焦灼。然后是你看那个比数几乎是黏在一起，1-1、2-2、3-3，然后呢，那个比数其实那个落差都是紧追在后那种感觉，或者超越他。那我觉得这过程真的是享受那个过程哦，享受。但是我有时候常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看，也就是说，看了这个一个多小时的这个状况哦。但是你要知道，这运动员为了这一个多小时，他可能奋战多久的时间？光那个击拍数，他可能光一个动作，他不知道挥了几万次哦。所以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感动。那只是说很可惜，说在这个节骨眼，竟然面对这么真善美的一个画面。有人可以第一时间去搞出一个什么他不是本土训练出来的球员，我实在是觉得我坦白讲啊，这些人的这种搞政治斗争的能力，甚至要凌驾体坛的这种能力，坦白讲我实在是也是佩服啊。所以我就说这个讯息就像蛇一般的钻进台湾社会，钻进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媒体怎么看这件事情。认为呢，林昀儒取代了张本智和，日本的国手，他是未来中国桌球的最大劲敌。好，就像刚刚的这个东云跟我们讲的嘛，他那个攻击性反手动作，反手动作是怎样让人家猜不出他要往哪边跑吗？反手动作的话会比正手动作稍微比较有隐蔽性，因为我们正手在动作，你有这个空间，你有这样来摆幅的话，其实你的腰、你的胸口、你身体的角度、你拍面的角度比较好被人家去掌握。但是反手其实是藏在你身体里面的，所以你可以去用你这里面的空间来去做一点看是正一点的手法还是侧一点的手法，这边当然也可以。所以就变化球路数比较难拿捏，对，你会先判断对方的球拍在哪，你先去旁边等待嘛，对，是不是等着接球嘛。而且反手拧主要都是在台内进网，所以在进网的时候，他又有用他的手法小动作，然后去把它去加速，而且有带侧旋的旋转去给对手，这个是新的技术，然后是比较具有攻击力的技术。那这新的技术是不是中国教他的？其实我印象中应该是捷克的一个选手先使用的，但是在中国在训练的时候有把这一项技术来成型。我想要请问一下东宇，打球打到说，因为他的球风一直逼着樊振东嘛，所以呢，他们中国的乒乓球主席有来到现场，跟他姐的僵尸跳那个画面也曝光了啦。那个这是中国济南时报的报道啊，说到场观赛，他们的这个乒乓球协会主席比赛焦灼，所以呢，他只要看到他们的中国选手得分，就会激动站起来。最后终于险胜的时候，他一度僵尸跳，从看台跳了下去，显见他内心的激动。结果呢，这个中国网友看了之后说：“哇，这个跳简直可以领奥运体操金牌了！”这全部大家心情都是很激动的。然后一个陆网友直接说什么中国的网友说：“哇，这小子了得啊，快收复台湾，纳入麾下，变成中国的选手啊！”你怎么看这个比赛？那这场比赛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是非常的精彩啊，两个人拉得非常近。那刚才在这个
僵尸跳的这个主席呢，其实就是刚才东东教练讲的这个直拍横打的最厉害的刘国梁啊，这是他发明的，而且他其实他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主流，其实真正的还是横拍，是，但是他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就是从刘国梁一直到许昕这一个系统，他在中国是有一定的地位，对，好啊，所以他在场边他其实很激动，因为他们混双输掉了，重点是他们本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夺金牌的目标，可是他们的第一项，而且是奥运史上第一个混双金牌，他们没有拿到，所以后面的比赛对他们来讲压力是非常大。那再加上呢，樊振东是当今大家公认的世界第一，那你世界第一如果再丢掉，就算你后面又拿到金牌好了，假设马龙进去又拿到金牌好了，可是中国在这次的夺金计划里面是遭到连续的挫折，所以他能够赢下林昀儒的那一瞬间，他确实是放下心里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所以这次台湾的表现呢？哦，这次其实我们是非常特别的，混双的这个铜牌其实稍微有一点在我们的预料之外，比我们想象的成绩还要好。那至于林昀儒，其实大家一开始也有预测说他的这一点是我们台湾所有的项目，包括羽球啊、跆拳这些项目里面，他是有夺牌可能的。好，那当然，女生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标准放比较低，但是男生的部分，林昀儒是有希望，因为他世界排名第六，然后他最近这两年，尤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奥运延后一年，其实延后一年对于林昀儒来讲是个好事。一年前的他没有这么成熟，包括他的肌力，然后他的这个下半身的重心，他以前没有这么好，他经过这一年，因为其他选手是老了一岁，但是林昀儒他今年才19岁，他去年18岁，他等于是多成熟了一年，所以延期的奥运对他来讲是一个优势，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看好。那在这场比赛里面也显示出他的年龄其实现在已经是跟中国黄金年龄的24、25岁的樊振东已经是可以打得不相上下。那像马龙，所以打桌球黄金年龄是在大概其实大部分的这种单项运动员都是从23、24岁一直到30岁之间算是成熟型。对，那像那个欧肖洛夫跟马龙，他们都32岁了。其实这一届奥运打完，大概下一次就没有他们的事情了。所以等于是你巅峰的球王过去，那现在这个年代的球王受到林昀儒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可是林昀儒其实你算一算，他差不多还有3届奥运可以打，差不多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希望在将来从中国手下拿走金牌。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桌球，只要你拿到金牌，都是从中国手上夺走，因为中国以前都是他们包嘛，之前的33面金牌他们拿了28面、都是他们包，你只要一夺金就是抢走他的金牌，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包括张本智和，然后这个伊藤美诚，还有台湾的林昀儒，都是他们设想未来5年左右你林昀儒如果在成熟3、4年之后，可能会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甚至你林昀儒如果到了26、27岁最强最好的时候，如果他后面没有人跟进，那樊振东要退休的时候，哇，那林昀儒就可能会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阻碍。所以他们很关心他，从他很小就关心他。我们之前讲说，你说对岸吗？对，很小就关心他，而且林昀儒是14岁就已经当上台湾的国手了。他不是说今天才成名的。那别人是几岁当国手？很早就成名的，大概14、15岁。进国家队的也有啦，但是一般上到了可能要到高中之后进国家队的几率会比较大。东宇，你是什么时候当国手？我国手是高一的时候。对，大概高中之后。就你算是正常的年龄。哦，已经算快了，算快了。哦，高一是快的了。对，因为我们说的国手，我们其实台湾有在分级。我们有分12岁组、15岁组、18岁组跟成人。对，我们讲的当然是成人。对，成人的是。所以这小子不简单。14岁。14岁，中国就在眼睁睁看他要注意了。14岁，他就是跟20岁的一起打了，其实就是刚才讲的嘛，跟东东教练就同学了嘛，14岁就已经是同等级在打了。是哦，好，那所以说其实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而且在台湾的桌坛是很早大家就认识他了，并不是说啊大家都没有注意，或者说政府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那没有注意到这个人怎么会入选国手呢？所以他是天才不为过。他其实很有天分，但是他的努力是比其他人更努力的。哦，他是天才又很努力。对，对，因为我想，就说很不公平，然后我想请维智来看这整件事情哈。这个理事长林茂荣理事长有说，对岸其实防他很久了，因为知道他可能是中国的威胁。好，那个网友开玩笑说，哎，要收复台湾把他列国是开玩笑啊，但是对方注意这个人是很久了哈。那么针对这个纷乱呢，体育署也证实了。林昀儒自费聘请教练，曾经去中国大陆训练，好，这是没有错的，就是有这些纷扰，所以我们在开心之余，还是要又要解释这些事情。林昀儒自费聘请中国籍教练，
曾经跟郑怡静一起移地到中国大陆短期训练，精进球技。体育署强调，2019年将林云如列入黄金重点计划栽培之后，投入超过新台币800万的培训经费。好，就是国小显露桌球天分，到宜兰哈，您所说的宜兰国小研习，我们赖教授启蒙他，指导他。然后舅公有出钱帮忙请齐哥教练，也是有。好，我们听你说没有错。齐豫教练来台湾治疗癌症的时候，确实就有请他，但是他可能两地来来回回，时间是有限。好，国中开始变成体育署的培训优秀潜力运动选手，政府补助包含教育、教练费、异地训练、参赛器材等等的装备。好，其实不只包括有齐哥教练，人家日本就没来蹭我们，人家就不会说那你要不要谢谢日本。日本籍的三兵五教练疫情期间也有来进行训练。全世界桌球打队啊，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国。中国有什么高手，我们再怎么样也要礼聘来嘛，才能让台湾站上第一啊。好，我们 各式各样的运动强项，我们就找世界顶尖的来训练我们的选手，有什么错呢？好，所以呢，这个美的粉专 May Partner 说，好，有人在问说，哎，林云如有去中国训练啊，现在表现那么好，怎么不感谢中国啊？这个粉专就说呢，这心态真的太奇怪了哈。因为呢，顶级选手异地训练家常便饭，这种特别要挑出来要别人感谢他的，到底是什么心态？为什么会钻出来要说中国是功劳的主要的人？他的父亲也出来致谢了哈。他父亲说，就是这些纷纷扰扰，让他父亲有点发脸书，谢谢这个，谢谢那个哈。站上奥运非一己之力。好，得之于人太多，他父亲也是个读书人嘛，得之于人者太多，常怀感恩的心，期许孩子要敬天敬人。好，然后谢蛮多的哈，就是呢，这个教练、运动防护员、出国比赛、异地训练经费都是国家帮忙的，很感谢一路上发展的，包括运促会主席、桌协理事长，哎，合作金库、金石建设、金元福、台塑、中油、长庚，感谢教育部体育署一切曾经帮过云儒的师长、好朋友在此一并致谢，哎，谢谢大家的鼓励。好好的很开心的事情，父亲要再写个脸书谢这谢那，是什么意思啊？维志，这里中国在这次比赛当中哈，毕竟东京是我们的半个主场了。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次中国的比赛不仅是很多金牌也没有拿到之外，因这个国家是一个人吹规针，规针吹一个，你也知无？所以哈，但台湾人中和高以善良、老实、严格、未压挨。那么你刚刚提到的那一些。林云儒的比赛，如果说真的是有去中国比赛，一地训练也是中国，伊冇去俄罗斯啊，都叫那周教练讲冇去啊，一地训练啊，加伊的联赛，你哪买恭喜跟俄罗斯有关系？菲律宾这次夺得九十几年来举重冠军那个女孩子来高雄训练，你外公台湾栽培吧？以前我们棒球的选手到这个北京猛虎、四川角龙、广东猎豹。支持伊的棒球指导，那棒球，会使讲伊的棒球是咱指导嘛无啊？你还记得哈？云儒他们在2018年，我们的这个这次民进党中自己无好啊宣传，恁都有一个黄金的培训计划。嘿，总共我们今年的经费134亿台币，大家不哩注意，134亿。小英上来的时候，当年的这个所谓的计划里面哈，就是说在国训中心的锦鲤旗有5.8亿。到了今年，总共给了15.9亿，给了快5倍哦，各位好朋友，所以给多了3-4倍。好，那云儒这个部分来讲，刚才讲到培训里面的费用，除了他一开头他们自费，那当然是所有运动选手在没有出名之前，一定是家里头先自费嘛。这一次的所有我们的夺牌选手，总共将近30位，本来就在黄金梯队的计划里头了，所以这次里面执政党他也是有用心。你知道我们那个云儒在昨天比赛里面对到这个小胖啊，这个东哥。你要知道，他最紧张的反而是樊振东，林云儒完全没有紧张的感觉。你注意看第一局跟第七局，除了第三局跟第四局打第五十之外，第四那个第五十在连抢两球，总分数加起来都是75，都是七十高，表现两个势均力敌。不管是在力量、速度、他的 tempo、他的落球点、他的旋转，云儒都是一流的。昨天为什么两岸都对他非常寄予这个非常高评价？央视一套节目，全中国转播。故意给你垮，这一个比赛可以说桌球比赛里面的冠军战，因为马龙已经打入金银牌，因为那国家金银牌一定丢嘛。昨天的比赛的确就是金牌战的感觉，不是吗？我要特别讲一下说，球王被我们打得大来高小来高呢，对吧？后来昨天的你那媒体问他说，你对那个东哥有没有评价？他竟然讲说，我有资格评价他吗？这个马上
应该是所有选手里面被对岸、被中国刀的，而且他们讲的说，林昀儒将未来中国。未来中国十年之内最可怕的对手，感谢你们央视这样讲，你们已经把特殊国与国关系的关系讲出来了。其实这条新闻里面有一个东西让你觉得最感慨的是什么？在台湾的小粉红气度和格局，连在中南海的真正的正红，你都不如。你看他们至少还会讲说林昀儒是未来十年最需要注意的对手，他们的这态度还是正确的。而我们的小粉红在这边鬼扯什么呢？他自己请个外籍教练，就像一个正常的外籍教练嘛，就是个外籍教练嘛，然后就是这回事。你们要把它扯成这么多，然后讲成是这个样子，那我就要问这些小粉红，你们去中南海问一件事情：1993年有一个人拜托台湾，一定要请我们有一个人去教他，因为他们开始邓小平下令改革开放，要改革开放呢，朱镕基和江泽民根本不知道要干什么，当时他们还是土共。请了我们李国鼎去到那边之后，朱镕基坐在那个人民大会堂记了90分钟的笔记，最后说谢谢你，我知道改革开放该怎么做了。那这些小粉红在台湾的，你们怎么没有直问中南海？你们为什么不用感谢台湾？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我们台湾的这些小粉红，连跟大陆的这个央视，他们的该有的气度、该有的格局都差劲。所以这才是刚刚刘文他们问说他们是什么心态，他们那种心态简直就是想要取悦人家，自己先跪下来，那才是最可恶的。对，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昨天会忽然跑出奇哥这个人，然后就跑出说为什么小林不去感谢中国，不去感谢奇哥？那我觉得，然后甚至还说他的父亲列了10个人，没有奇哥。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啊！你这样反而会让人家觉得说，我要到感谢一个人，要竟然不是出自我的内心，而是拼命去找说，你怎么不去感谢他？那他感觉是被感谢的感觉嘛？就像 BNT 疫苗没有挡，要不要谢谢中国一样的逻辑嘛？你这个反而让台湾小红粉路数都一样嘛？台湾人会觉得说，难道你中国这么需要一个感谢吗？其实你这样反而是让中国的形象在台湾人心目中更不好嘛？如果说今天是小林或他的父亲讲出来，他是充满的感激的讲。那我觉得那是真情流露，那就到最后小林是如果被逼得出来感谢，或者他的父亲被逼得出来感谢奇哥，那我觉得那个感谢是一个很虚伪的，而且大家会觉得很不自然、很做作的，那你难道要这样做吗？好，所以我是觉得是这样做，其实是你如果不去把这个事情挑出来没事，可能未来小林想说我可能要去中国，然后也去那边参加比赛，我不想被。不想被遭到一些无谓的一些这些影响，他可能真的出来道歉，那个道歉就变味道了嘛。但他是被逼出来的嘛，大家会这样做嘛，觉得不自然。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小粉红这样做真的是一个很低级，而且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会让台湾人对中国印象更坏的一个做法。其实你去看这个奇哥，他是个山东人啊，他今年58岁，他的确过去是中国国家桌球队的教练，可是因为他2004年得了这个职位直肠癌。他是来台湾看病的，所以他2004年那时候他大概41岁，他就已经慢慢脱离了整个的国家，因为你要开刀，你要看病。他是后来开完刀之后，虽然手术很顺利，可是因为他觉得后来手术之后很不舒服，他想找一个地方静养。那他有一个朋友叫做柯维嘉，也是一个桌球的教练，就介绍他到宜兰去，因为宜兰空气好，水好。他是到宜兰去。静养之后才认识小林他的父亲，所以他正式这个担任教练是2014年，其实已经很晚了。2014年的时候，小林几岁？小林已经13岁了，已经国中毕业了，要念国小毕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体育署要赶快出来讲说，他国中的时候就已经纳入了培育优秀或具潜力选手的计划，就是我们的政府才是他的 主要的教练，没有必要在这边做大做文章啊，什么要感谢中国，就不知道什么居心嘛。对，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这样子做过多的。好，我们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国家队桌球小将林昀儒打进4强，机灵反应无不让人惊呼，谁调教出来的？网友 PTT 疯狂讨论，发现他是自费选手，13岁时家里每个月花13万请中国教练指导，还是中国联赛球员。
林昀儒爸爸脸书po文，先感谢大家祝福，表示从小学五年级就自费聘请教练，尤其林昀儒舅公还资助经费，体育署在国中时期就看见他的潜力，这阵子出国比赛、异地训练都包含在体育署黄金计划内。po文未提“中国”二字，有协助到，这个不可否认啊。尤其爸爸他都会想很多的训练方法，哦，所以我个人认为那齐教练对昀儒帮助很大，但最重要的帮助还是在于他的家长。潜力新星其实国小就引人注意，打出好成绩后合作金库抛砖引玉，而后运促会还有众多民间企业金石建设、台塑、长庚也纷纷资助。体育署证实2013年后开始由政府补助，2019年起聘请中国籍教练齐哥及日本籍山兵舞教练进行训练，投入超过新台币800万元的培训经费。福原那以前也是在东北打球哈，那包括日本的选手像石川佳纯，他也是在中国打球，然后庄智源以前在德国嘛，那你不能说庄智源去德国打比赛，那庄智源是德国人栽培的，就是其实他这个是两回事啊。林昀儒跟中国激战一鸣惊人，不过赛场上比的是技术，正面集气替他加油才是重点。冬雨，这个好好打球引发出这个纷争，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在选手在流汗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鼓励，对，他们在流的是汗水。他们现在最不缺的是口水啊，对，因为在国小阶段或者是每会一次拍每集一次球，都是在累积现在的能量，现在好不容易浓缩起来，在世界最高的殿堂来去做这样的发挥，其实不用其他的支线，不用太多，就好像博文讲的嘛，这是一件真善美的运动赛事，不用想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连中国都看他未来十年，他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劲敌的话，那你本身也是打桌球出身的，是，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你这位小师弟？好，还有以及我们这个整个国家训练的一些方向呢？其实包含我也是在选手阶段有被中国大陆被点名，我们都是黑名单，我们都进不去。对，然后就打球，你们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们就是怕你去熟悉他们的球路，或者是把你去养肥了，把你去养大了，然后之后在国际赛去宰他们。哦，对，因为像我这个年龄层，或者我刚好打到中国的，我刚好是打到张继科，就是之前前奥运冠军，还有马龙，我刚好是打到这一批的。然后只是我是刚好运动伤害我才退的，不然那个时候18岁前，我们是赢他们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所以我们台湾人也蛮厉害的啊。对，我们，那你觉得有什么欠缺的？为什么中国可以一直霸占这个金牌在那边？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是18岁之后到21岁，他们冲得很快。他们有一套他们属于自己的训练阶段性的方法，然后我们往往就是高中毕业了之后再衔接大学。对，就是感觉没有像高中练的那么密集，或者是少了一个专属的教练或者一个集中的训练，我觉得这个台湾比较可惜的。在台湾在大学在密集的训练，我觉得稍微还可以再改进再讨论一下啦。对，然后如何把这一些好手去集中起来，然后共同训练，然后因为这个有参与到一些不管是和库、易银、国泰或者是金石的这些企业队，然后所以如何再找到一个第三方、第四方，或者是这一位教练是具有真的是领导力，这一些群魔乱舞的这些好将们都有办法被他收服的，这样来领导，然后来去共同训练，我觉得是之后可以再讨论的目标。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在国际上继续发光发热，还是要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对，出现天才选手之余，努力也是很重要的。明景，你说这个小林同学非常认真。对，因为其实在台湾做运动了，不只是桌球了，一个小孩子哦，你从小要立定一个目标，说我要成为一个国手级的选手什么的，其实你要有很强大的意志力。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共产国家，不是什么他们那个叫抓娃娃兵啊，5岁6岁把你关到一个训练中心，就让你练到30岁。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自主性，所以当一个小孩子等于说我们的运动员是有我们的人生，对，他们的话就是比赛。对，所以当我们台湾有一个小孩子，他立定一个人生的志向，说啊，我要当棒球国手，我要当篮球国手，我要当乒乓球的国手的时候，这样的小孩子在台湾其实是很罕见的，尤其是他还要配合家长。
是、哦、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呢，像例如像我们足球啊，你在足球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少年足球是非常的多，一上国中近乎零，就是所有的人上了国中之后，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叫他去踢足球，你不去，我打断你的腿。等到上国中之后，你去踢足球，我打断你的腿、嗯。就是你的这个社会上面要有这样子持续能够坚持自己，好，因为其实运动是一件非常非常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他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每天打乒乓好快乐。对啊，像打乒乓很快乐，但是练乒乓就不一样了，中间有很多的辛苦。所以当有一个孩子有出现这个意志力的时候，还要蹲在桌面上发球，多离谱。所以我经常哦，在推荐那个基金会或者是企业去赞助我们那个练足球的小朋友的时候，嗯、我经常跟他们讲，你不是要投资这些小孩子未来的成功，没有人一定会成功的，你也不是丢了钱他就会成功。嗯，可是这些小孩子，你只要发现他们这么小就定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你要投资的是他们的努力。嗯，你要投资的是他们的努力。所以当一个小孩子有很好的想法，或者他眼神真的就很坚定说我就想打乒乓，我就想打篮球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以我们过去去发掘这些球员运动员的这种经验来看，真的你看他的眼神，听他讲话的这个意志有没有够坚定，你就知道他将来会不会有成就。就好像东东教练，他你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你在国中国小的时候，你忽然有一天说跟家长或者老师说我坚定我就是将来要打、打桌球时候的那个意志力，我想这个在台湾的小孩子里面是很罕见的。那像林昀儒、其实他当年就展现这样的一个气势。那我们国家真的变了啦，好，我们现在真的重视球员很多。好，出国的时候呢，这个官员坐商务舱，我们的选手坐经济舱，马上改变，马上道歉，马上调整。除此之余，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小英总统，很暖心，这个选手回来了，送上奥运英雄限定版早餐。然后呢，就是也是回国都安排商务舱，准备的早餐有沪杭豆浆、上海老天路卤味哈。哎，谢谢大家，这是我们的总统，谢谢大家在前线所做的努力。而这个王浩宇他 PO 了这个文章，他说国手宿舍这样合理吗？像军营一样又冷哈，这个一铁架床、壁癌、脱落的墙壁、浴室破破烂烂、洗澡忽冷忽热，选手不敢抱怨，为什么？怕抱怨连代表权都失去资格。那剩下呢，你刚看到这个很生气的就是这个，哎，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这叫我们的选手怎么去出国打牌，哎，打球。那现在不一样了，看一下，这是训练中心变成这样。小英总统上任之后，帮我们原本这个破破烂烂的壁癌哦，变成，你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原本破破烂烂的房子现在变成这样，这是国训中心的功劳，对不对？这有很大的改变吗？林静，我想这几年其实是有改变的，而且跟二十年前相比，那这当然变化更多。那当然你不是说前任的政府它完全没有改变，只是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其实就2010年跟2000年，就我的观察，其实已经有改变了。啊，比如说以前的训练中心更差，以前住的地方更差，比刚刚的照片更差、哦、更差。怎么会提哦？那个床啊、哦，没有那个床垫，就是那个夜市，连那个夜市买的那个什么200块、300块那种很薄那种床垫都没有，就木板床，让你睡木板。那所以你后来其实，这几年当然，所以早年睡木板，你现在说我拿这个有床垫的照片出来，你光还干不那的地啊？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整个国家越来越好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有进步的，有进步。这个运动的暖心的，来威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点其实我刚刚就提到了嘛，运动的经费的一个提供哈。刚刚我们几位前辈来讲，除了说他们的家长，比如说林昀儒的爸爸是一个教授，妈妈是国中校长。刚刚我们那个球评史道德刚才提的一个问题点，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白领阶级的能够栽培这样的选手很难。你知道为什么？比如说郭姓淳单亲家庭，我棒球员百分之八九全都是蓝领阶级，跟我不说原住民，所以都比较辛苦的，所以有一部分的资源要来自国家，来自这个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国训中心不管是在运动科学，不管在运动营养学，还有这个后勤补给系统，包括郭姓淳在2014年仁川亚运受伤的时候，长庚医疗团队的一个进驻，这次的那个我们到东京奥运里面的也是要医疗团的进驻，这已经比以前好太多好太多了。2004年那时候我记得是应该尤锡坤当行政院长，有一个破金的计划，所以记不记得陈思清、朱慕炎才得到金牌，噶金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为什么越来越好？我们硬体环境越来越好，这个经费资源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因素。我觉得林昀儒他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很珍贵？或者他跟樊振东、跟马龙不一样的是，他是靠他是靠自己有兴趣、有动力啊、没有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之下被培养。像
樊振东像马龙这种人在中国是屈指可数，哎，那是要经过从省运、全国运，然后再到成为奥运，那可是一层加一层，中国有13亿人这么多，所以今天林如能跟他们一起比赛，那是不得了的。我们台湾才2300万人，可是在中国的比赛，他们的压力之大。前两天一个叫做中国叫做廖秋云的26岁的这个举重选手，他是举55公斤，他之前都拿金牌，他是以金牌选手去比，结果他输给了菲律宾，在颜面痛哭，然后讲不出话来，然后人家记者问他说，那个中国记者说啊，拿银牌也不错，他整个眼睛是看着地下。在中国来讲，拿银牌就什么都没了，你只能够拿金牌，所以在这个地方，运动员的压力非常大。你当你没有拿到金牌的时候，你回到中国去，很抱歉，你要享受什么待遇都没有。所以中国的运动员为什么多吗？真的很可怜，银牌也很厉害的啊。可是在中国那个不算什么，他们只要金。所以曾经有一个在中国举重的女的选手拿到全国运动第一名，她没有去拿，没有拿到奥运了。她后来做什么？她在澡堂里面打扫。所以很多的悲剧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看到啊拿金牌很棒，可是你没有金牌，你拿银牌拿铜牌，那就没那是没意义的。我记得上回北韩不知道哪个比赛也是期望拿金的吧？对，他、后来去哪里了？回去挖矿了。不是传说要回去挖矿啊？所以中国这个举国体制哈、其实我们看到风光的一面，可是它更多那是其实是他们辛苦痛苦的一面。可是那是没办法，媒体也不会报道的。是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马上回来。